我觉得有点像是综合体，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方瑞欣，有一点点的 Pinky， 有一点点的小静，有一点点张雅静的集合体这样。人就是很喜欢贴标签给别人，但是他们也很享受把那些标签撕下来的过程。到后来最近这几年时间越来越久之后，我都觉得那些标签如浮云一样，就一直都没有太 care 这些东西。